来这一首歌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台中天团，咱们台中出来，台中天团，好了，带来这一首。哎，我们现场好像有好朋友还蛮台的，可是我不见了，不知道坐哪里。啊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拿着手机那个。对对对，拿着手机戴眼镜那个。荧光棒插在耳朵后面的那个。哎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好，就是现在拿着手机盖着。对，现在装文青那个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先带来这一首歌曲了。